由悉尼市议会主办，本台 TVBA 同水屋 Missouri 合办嘅2012年中国农历新年卡拉 OK 比赛，上星期喺贝尔摩公园先后举行第三回合初赛以及总决赛。喺当日嘅初赛，共有四位选手晋级，咁佢哋连同喺第一、第二回合晋级嘅六位选手，喺稍后嘅总决赛争夺冠军宝座。当日的比赛过程非常激烈，众多的现场观众都睇得非常投入。结果季军由歌声甜美的 Lock Jew Call 夺得，亚军是 Eric Lui， 而欧裔参赛者 Ian Scott 就同时获得冠军，同埋由现场观众投票选出的现场最具人气奖。他们都得到各主办单位送出的丰富奖品。今次卡拉 OK 比赛只是悉尼市一连串的新年庆祝活动之一，在来近星期日1月29日星期日晚的花灯大巡游将会为整个庆典带来高潮。